耕耘一直来是苏州非著名的临时饭院长拍拨青帮还有白相的一档纯娱乐节目，也欢迎其他抱着娱乐心态的观众，同时是要在一般吃水、寻欢喜的外头人收看。本节目是熟人不正规，我因我实为特点。字幕用是来源于饭院长个人的一套书写的习惯，不通盘采用正字。英文翻译只附着理解，不作为正规翻译参考。语言中来发展限制，口音根据个人习惯发作矫正。不同语言只用来区分角色，没语力之分，但人物出身时也没因果关系。本节目内容不可作为语言、文字、历史等学科研究学习的来源的辩证，禁止部分或者全部用于商业。版权归范院长授予，特此声明。本节讲的是和吴越两国的争端，我与贝爷辣开头对本节出场人物进行简单的交代。吴国方面故事当中出场五个人，分别是吴王夫差、汤子玉、相国欧知事、汤宰八匹和王神禄。越国方面故事当中出场六个人，分别是越王甘瑞、文忠、范蠡、朱祁镇、水户氏和释勇。同时该趟位于鲁国的鲁哀公、蜀国的蜀齐公和白石。丁太，每回你说耕耘以收成的时候，我才是范院长。大致蜀国都不是领主，我只是拿钻石干拨蜀齐公。他奶奶的！果然，蜀齐公刀龙没等我狠的一杀到我之死。在了该个辰光，蜀国有个大臣叫白石，二三公来劝劳主公，主公发下杀我之相国。我们相国是吴国的忠臣，你不计其数的吴王进忠义，谁不取谁？吴王当时现在军人繁茂，今在跑得来，所以是想叫得杀人。白石一马前头追自己，到蜀齐公眼前头，主公，我来放着罪，让吴国的忠臣奸人我相后平。蜀齐公听了一分析。非但不赞同欧子发和伯爷看待了，但是客客气气商量下接住个人家。那么为啥白石也不饶欧子？一方面嘛，发哈把侯国招来杀死人的把柄；另外一方面，你到欧子是哪在谁认得的？发哈出谋害朋友。欧子是先得侯国气数不多，上破了侯国战如发差，说将侬儿子欧风托拨白石。记了那个恶理，白石心里也有数嘛，托孤不理，随时讲欧子是该次战旗是不当算物资出来的，你看样子这一仗是泄露，是要用死来取缔侯王。等开州的人家一打，夫差过山，八匹为夫山，总共十万人，连同越国的三千武士。把鲁国的精锐部队一同杀得蜀国，欧子是对该次出征极力反对的，所以才交口讲自家伤病着，回答着合理大臣，不肯跟鲁军出征。该次战争奖赏分明，虽然蜀国是东方的传统强国，但是辣现在的霸王和吴王面前，还是输脱了。吴国一战。所以我不巴不追出大把死国给让来这个第一寒门。夫差更高膀胀着，以在天无第一发射力位于上人与资格。死国以在带分好超过去搬军兵，实际对抗着。夫差想想，死国的好国比较远，当中隔开个路，不方便管理。再讲，该次打仗本来算是一出口气，不是一枪这个地皮。拿对象嘛，我再转去吧。
伏超大致生长，就其凛然身体毫无刮八股才来做。奥普特斯也气质闪亮，但是铁板子张面孔，一句闲话不讲。伏超看搿只煞风景的蓝白将立辣个旁边，结果出气，大胃吹吹里。奥相官，你反对我对自国用兵，侵占我军得胜，你身为相国，该是一丝丝、一米米的功劳分离。啊，哪位呢？我只是本上想你发财，我嘛就算着。现在回过来讽刺我，那么我真的要当你杠杠去。大王，战胜蜀国只不过是先功，亡国才是大后。大王，你马上就要唱好子。夫超听得耳朵哇，侪是垃圾。你刚来刚去个两句闲话，算啥？哎哟，对个，上月份看见相国，我倒是觉着个耳朵里啊，来坑三子接过。今在也听见子那个声音，等下我再地转起一只薄薄耳朵子。说完，两只手拿耳朵捉起来，眼睛一闭，一个不知具体。越王勾践亲自上门做，当每个侯国军人侪准备着一份厚礼。夫差压力看待勾践，吃得穷开心。但来了旁边的侯国、大越国两国的大臣侪讲着：“他在为我弑君愚公，我封你做上卿。”越王关上了，嘿嘿，忠心耿耿，该只会派兵帮我。我，一再受你痛子，便长子，大王英明，军人举杯，一斤不杀拍马屁。但是奥普特斯杀挺挺立了，唉，可悲啊！忠臣本质，先人得志，后国将亡，忠义将毁。那只蓝八将也敢吃金子，夫差邦当一只袋子拍断他，这烂死人！我看了我阿爹的面子了，今朝不杀你，你当我滚！下趟再不准吹了山上了。奥普特斯坚决不让步，龙凤碰上虎脊，猪狗碰上商人，忠人不杀，昏君的孽家！好不为愚的，我打你大王用兵，该死的，我还在看机子。刚我追着，夫差好得一次，个八匹马再来踩点雨。大王，我听说，欧相国出使蜀国的辰光，都儿子欧风，他把蜀国大人办事，这哪吒是私通蜀国人。请大王明察。真啊，雷霆，当我入欧风行宫里。夫差怕人去寻欧风，寻至一群分行了，一门下令么，才写得着。自从奥普特斯去至蜀国，人谁再也没看见过。那么奥普特斯拿三名刀子，通敌毛骨，搿只蛮子一看。今在夫差发杀你，发了一声。夫差看了那阵子好过女来的坟了，愤怒在头戴上个眼镜去吃花生米，不拿点面子，死得还可的。那哈，送那部名贵半截，不过，你自家做个连段吧。奥普特斯来在水乡上，为得有个人烟，罗汉半截，插脚立了中年。忙整天浪孩子一声，天呀、啊，天呀、啊！从你西王不肯领，我列阵百年当当国君，为你东征西讨铺筹包圆，让你威震诸位。今朝你不听我个忠义，反过来逼我死杀，我今朝死，
命在于病水来的。你是一生死国王。一百转身去对奥利人讲：“我死他之后，侬个眼睛挖出来，挂了水门了，我便亲眼看下阅兵攻入豪国。”闲话讲完，一把剑，对军人一勒。等送剑的人走起，夫差没认识，哦，这是四之前讲的啥？一听没来，但是为了骂我。规则，侬屋子是个对狗嘞。谁过了师门的十年了？在侬狮子神的高日下，我爷娘上个卡接那个骨头，让五鬼吞着那个血肉，用那护国养晦，看来我还看的啥个么子？夫差杀他屋子去，奉八品做子相公。该地年数下来，因为侯国连了大骂越国、齐国、达楚国，在吞并他是十几个县国，那追日威望相当高。侯王夫差也正好想借该个机会回蒙古老追，一展侯国的雄风，让自家成为公认的天下霸主。所以国家大臣也是要去参拜搿桩事体。侯国太子玉献得爷来参拜回蒙的事体，想是劝劝伊，但是一生怕自家弄得像乌子子搿能被爷拴住，那么就想出个安全的办法。杜清长浪老树也勿管了，太子玉拿起一把弹弓从后花园追逐出来。夫差起来一看，那儿子浑身残泥泥滑哒哒的，就问儿子：“你杜清长浪办的哪大事啊？啊，哪个孙浪弄得搿副腔来的？”太子又讲着：“我刚刚辣后花园白相，看见一口树浪有张枝连了剑，剑得欲柔似的。但是你分享着，后头谁与一只大浪蓄势待发，准备一弄来捉他。”当浪一门心思盯了只枝连，分过他身后一个树下错了，随于一只黄雀准备要吃他子。黄雀前人关注灭了只当浪，发现他身后我，遂拿起把弹弓准备要射你。我屏气凝神逮了只黄雀，分发现身旁有只短头，一不当心跌住只跟斗么？不是让谁弄我操的。哎呀，夫差听听还不想得了。你这个偷盗眼里线里不够生于余味刚配。他只有要写着齐国攻打鲁国，分享着侯国请齐国的兵来去打。侯国大骂齐国，大致可是称不天下。分享着越国的生于日经正美没套过着，天下阿有想着后果该啷个讲判了。夫差张面孔马上阴滞下来，你再当我瞎三胡四，我就废他那个套子。姚发听日子再退下去，夫差亲自带领精兵到国老之后一海辰光去王室会盟，也集体晋国守上盟主的位置。听说夫差大兵离开之后，关键没文中死机也算成熟。文中讲靠日子，那么留下来越国反击的辰光待着。凡是制定之作战计划，派出训练之上游的海军陆战队48000人，乘船从海浪从浦东袭击后国。等后国回来算海岸线的辰光，越国大将随无如大领陆军先锋已经杀得是何日大人的肩了。也搁不住一天，居然大喊陆军主力杀得守镇中军亲自夺走，反而使用杠杆周瑜两翼杀出。前头我刚刚讲过，侯国的精兵到夫差的王室回盟去的，累了国内的才是来个来，死个死。面对越国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根本躺不了，反而丧尽他之余，
逼得他之余，把计使上。越军根本是吩咐杀个烈士，是一路杀带至哈里大人的身上了的。好过这样令，一面虽然是闷，一面怕人，使他复查百姓。新外分宋代，越国蜀军也从滔天台登落着。越国陆军在西门、长门一带安营，樊哩一波后杀他高手的，后光冲天。哈里大人理想是看得清清爽爽。那么搿个辰光，夫差了哪搭？回了去往日回梦的路上了。半路上碰上心死了百姓，夫差分等人家开口的赶人家追，根本不睬。因为现在除他回梦的事体，你是其他啥也勿要听。往日回梦一结束，夫差得偿受辱，成为是追梦者。但是一门国难的事体，只看见了一屁股跪了个地朗向。等回过神，夫差暗杀大林金山部队，遂出笼返回。本来想金山部队一来，喊侬越国人干他。分析得现在越国邪气个很，自家搿点砖是从格朗远个地方赶过来。吃力也吃力，啥子战斗力是一塌糊涂。只不过，当越军身为当值的兵帅，勉强拿敌人赶掉。夫差这次还算大难不死，但是也非常开心。你明日了，确实是梦主。啥上头里已经是强弩之末。越国的实力现在到后国不相上下。但是和吴国了退步，越国为了进步，分割几户日家，两国的实力已经发生之逆转。现在越国总攻击的辰光总算得着，甘地免城之围，请全国的兵力开打吴国，该场战斗相当惨烈，当值几户日家，当值整整三年。好，吴军是节节败退，被围困了哈里大人，军粮供不进来，连来自欧子市那城乡南区喊个各地泥干的乡头，也已经全被扒空了。着，樊哩收整后国，马上是一弹性两散，搬出来终极武器，啥个么子？对战器。各地拉住在来的是真的足，砰咚砰咚砰咚，哈里大人就像石头满天飞，房子侪不开瓦的。但至这个份上，后国是真的躺不来着，就在一兵一卒，哈里大人最终失守。越军像闪烁一样轰至进来。夫差显得自家无力回天，授予大人到哈里二山盟死得，打得是阳山的山顶了。但是下头已经被越军团团包围，混到这个份上，夫差盟主的生意也侪废着，去把王胜老举行。讲点啥？是女儿对象，想来在甘地代理该郎子，服侍甘地。但是甘地过不来人啊，是阿会得动事？王胜老太凶老板，自家双手绑起来，甚至甘地整整落汤，甘地居然是落汤，等待第三趟分等的开口，实在轰之罪。文中写着几块照片，还大力是用弓箭射打三郎。照片上写点啥？侪是夫差个侪，总共六大罪：一、杀害忠烈；两、怂恿奸人。三、偷利卖色；四、诬告公堂治国；五、侵犯邻邦越国；六、发大调百岁。乃于搿六点三，和吴国灭亡是乃自家做出来的。二十年前头，天来要拿越国送报吴国，和吴国放他不肯接受。那么现在天来要反过来。也拿好吴国送给越国者，最头无路，夫差呱呱就从山顶上下来，直待甘地门前，亲自打了个，
钢铁丝啊，是后骨，原是只肉骨的锁骨。感情呢哈，腐坏骚动，阿拉不要那做锁骨，五骨不可以再有了。但是感情闲话分讲啥，拿夫差靠武士发誓，我雷方那带追三军的，把那五包人家，那谁登了个大洋来去吧？夫差上台一上。你记住一出韩国的暑假综艺，是把我五百个人培育上的日子。我那么高考，争女一事，那么关键才神奇呢。侬战争当中修改的曝光版件，敢不复查？你当我是我猎头吧？感情一看，曝光，谁是来这里把奥兹是自杀的搿把剑？眼泪水哒哒滴。欧相关，我应该早点听的闲话。要外交对待好，郭大人讲着。等我死子也用三副老炮从来我的命官是个毛相关绝无余子我死在我的命官之间手掌掌那对劲死死往生了日常套路来我夫差死水盖下，所以日打吹出辛苦死。上帝，这个辰光但是有个朋友摆出来着。啥人？还能有啥人？八匹，八匹个十匹，帮狗贼当象台打了一路金子后宫，我宫里个汉么子侪弄出来。庆功会让八匹讲着，嘿嘿。恭喜大王！八匹啊，侬一个亡国之人，无啥戏啊？我搞不懂。哎，大王，我不是一直帮你的吗？你注意，你不好往剧情，我帮你是汉爱我娘的伟大之越国的。你为主持人，今朝我帮你灭他之好国，现在是黄金搭档大功盖人，我为你举杯。哦，八匹啊！那么侬到底哪里做人质啊？我记得侬官位是……哦，相国。但是好像不是我封的。啥人封的？哎呀，大王，我辣后国做官嘛，肯定是后王封的吧？哦，后王封的。那么伊现在人呢？是他在提拉起噻，好的。那么侬就到伊高头去做官吧。来人，自杀几人？八匹突出门啊，一打咔杀他。我看整个节毕业之，像搿种几人应该千打万骨。不过不管哪哈。八匹已经日吹万年，日后国从公元前十二世纪他把建国，一直到公元前473年夫差亡国，总共700多年，经历年代国君。后国从一个地方部落，到两类国家，再到天下第一，再有顷刻之间发明，今日之大起大落。其中的故事，值得你细细品味。根源已到此结束，我是范院长，再会。